哥哥啊，我今次带你嚟柬埔寨，你觉得点啊？咁我好开心咧，识咗个新朋友叫米莎啦。但系佢冇得翻学，仲要去打工添。米莎放工咧都要自己出去捉嘢食，唔一定捉到添。我真系好想哥哥你同米莎一齐成长，所以我决定咗同你一齐助养米莎。嗯，你都可以同你嘅小朋友一齐助养儿童，等佢哋可以结伴成长。